大家好，我是小熊。今天去我们菜园里去摘苦瓜，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差，很多菜树都死掉了。看这个苦瓜树都死掉了。今年雨水太多了，天气不好。把这苦瓜摘回去。这个苦瓜都坏掉了，坏掉的我们就不要了。这里有个好的，你看这里好几条苦瓜都坏掉了，好可惜。这里有个好的，比较高，把它摘下来。摘了三个。之前我妈说苦瓜里面有虫，我们切一个看一下。这里没虫啊？啊？这个坏的，这个有虫，这肯定有虫。耶！好的。这些苦瓜。外面都好好的，里面都被虫子吃了。有虫啊，虫不虫啊？刚有拽一把。这些苦瓜都不能吃了，都被虫子吃过。丰收愉快就做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